On le prend et le paye. D'accord. Combien ça coûte? $280. Oh, votre buddy a mis très rendu. Non, nous ne sommes pas ce type de relation. Madame, où allons-nous maintenant? 以后听不懂的法语别乱点头，免得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你是说刚刚买手机的时候吗？我造成了什么误会啊？没什么。干嘛？借用一下。好了。汉斯。 不对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呢？还顾大帅哥。我把我的号码设置成了你的紧急联系人，以后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遇到了困难，打这个号码就一定可以找到我。慢点。哎，慢点，旁边山路。害怕了。 我没看，还非得跟过来。那我们要有什么意外的话，还怎么救维安他们呀？照我们这个归宿，慢点。天亮之前能到就不错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他们俩手机肯定没电了。刚才给他们打电话，也没有打通。 不行，小老板从来没放弃过我，我也绝对不能丢下他。怎么叫放弃呢？为什么要放弃你？你不是问过我，我手术台死亡率吗？嗯。我之前说我没有记录。其实我人生中第一台手术，患者就死在了手术台上。那天晚上。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，血压248，需要计时。这是血泡样动脉瘤，必须马上处理出血点。贺医生还有多久能到？贺医生还在拉肚子，张主任已在其他手术中。很好，可以起床了。林安，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。 医院要我回去了。不过我会申请延期。总之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去哪儿啊？看日出。你是生气了吗？其实。
援助的任务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，只要我向医院申请，他们一定会同意的。你没有生气，而且你也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。我这个人没什么计划，一向以来走到哪算哪，下个月去哪儿我都还不知道呢。我这不是看你对这个项目这么用心，想让你放松一下吗？好嘛，你说不办就不办，都听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云城，爷爷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说我该送他一个什么礼物比较好呀？爷爷说今年不想办生日，老人家不喜欢热闹。那我买一点水果，周末去看看爷爷吧。他老人家糖尿病，吃不了水果，心意到了就好了，不用特意跑一次。我这不是就想关心一下爷爷吗？云城，咱俩谈恋爱这么长时间，我可是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。对了，周末我要出一次差，下周再说吧。行吧。嗯。报名通道关闭了，这报名时间不是还没截止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第三期招募的300名被试，名额已经满了。杨主任，我姑姑她的情况比较特殊，病程发展得很快，我怕要是赶不上这一次药物试验，等到H D Q39真的上市的时候，我姑姑也没机会用了。